台北地检署两班侦办书信被告等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于七日侦查终结，简要说明如下：一、有关侦办经过，本案经台北地检署两班指挥桃园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调查说明，现市政明确，于今年也就是109年7月30日，由主任检察官7人、检察官27人。指挥辖事务官、保护调查局、北部、南部、东部地区机动工作站、台北市调处、新北市调处、桃园市调处以及基隆、兰、新竹等调查站之调查官共计231位，持台北地院的搜索票至书信被告等国会办公室及基隆、台北、新竹、桃园、苗栗、高雄、等处所及办公处所共65处进行搜索，扣得上册电子记录器，疑似汇款现金。本案侦办经过，讯问的被告及证人共计191人次，搜索共计3次，71处，盘询55家金融机构，查询20人的金融账户，并向有关单位函查资料7笔，利用本署数位财政室、财政数位装置共计15具。本案的侦查结果部分，有关书信、廖姓、陈姓、徐姓、李姓等被告共计10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罪嫌，均提起公诉。赵姓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及违反税捐稽征法等罪嫌，提起公诉。林姓被告涉及刑法冒用公务员名义诈欺起财罪嫌，提起公诉。另外，翁姓被告、李姓被告2人所犯贪污治罪条例罪，肖姓被告所犯违反税捐稽征法罪，均为缓起诉处分。另外，程姓、郝姓、洪姓等被告共9人所涉嫌贪污治罪条例之行收贿罪及刑法泄密等罪嫌，因犯罪嫌疑不足，均为不起诉处分。